经典名著有声剧《水浒传》第72回，柴进簪花入禁院，李逵元夜闹东京。诗曰：圣主幽民祭祀兄，施行端地有神功，等闲冒疾来宫内，造次簪花入禁州。前向玉屏弯姓字，更成明月斩英雄。纵横到处无人敌，谁向私时结寸中。话说当日宋江在忠义堂上分拨去看灯人数。我与柴进一路，史进与穆弘一路，鲁智深与武松一路，朱仝与刘唐一路，只此四路人去，其余尽数在家守寨。李逵便道：说东京好灯，我也要去走一走。你如何去的？李逵守死要去，哪里执拗得他住？宋江道：你既然要去，不许你惹事，打扮做伴当跟我。就叫燕青也走一遭，专和李逵作伴。看官听说宋江是个文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师？原来却是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，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，后用好药调治，起了红疤，再要良金美玉免为细末，每日涂擦，自然消磨去了。那医书中说，美玉灭疤正此意也。当日先叫史进、穆弘扮作客人去了，伺候便使鲁智深、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，再后朱仝、刘唐也扮作客商去了，个人挎腰刀、提坡刀，都藏暗器，不必的说。且说宋江与柴进扮作贤良官，再叫戴宗扮作程局也去走一遭，有些缓急好来飞报。李逵、燕青扮伴当，各条行李下山，众头领都送到金沙滩践行。军师吴用再三吩咐李逵道：你先常下山，好歹惹事，金帆和哥哥去东京看灯，非比闲时，路上不要吃酒，十分小心在意，使不得往常性格，若有冲撞，弟兄们不好私见，难以相聚了。哎，不锁军师忧心，我这一走并不惹事。相别了，取路登城。没过济州，路经滕州，取善州，上曹州来，前往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。宋江与柴进商议，此事正月11日的话。宋江道：明日白日里我断然不敢入城，直到正月14日夜人物喧哗，此时方可入城。柴进道：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。最好。次日，柴进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，头上金泽新鲜，脚下鞋袜干净，燕青打扮便是不俗。两个离了殿寺，看城外人家时，家家热闹，户户喧哗，都安排庆赏元宵，各作贺太平风景。来到城门下，并是没人阻挡，果然好做东京去处。怎见得？周明汴水，府号开封，威仪接吴楚之邦，严亘连齐鲁之地。周公建国，毕公高改作京师，两晋春秋，梁惠王称为魏国，曾别卧牛之事，按上界物己中央，崔为伏虎之行，向周天28宿。王瑶九让华夷，太宗一千基业元宵景致，鳌山排万盏华灯，夜月楼台，凤辇将三山琼岛，
金明池上三春柳，小院城边四季花，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，四百座军州浮奏之地，梨树劲歌风人曲，娇娥齐唱太平词。坐香车，佳人侍女，荡金鞭，公子王孙，天街上尽猎珠玑，小巷内遍迎罗绮，皑皑祥云龙子阁，融融瑞气照楼台。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，行到御街上往来看完，转过东华门外，见酒肆茶坊不计其数，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，各有服色，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。柴进引着燕青进上一个小小酒楼，临街站个格子，凭栏望时，见班职人等多从内里出入，斧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。柴进唤燕青，抚耳低言：“你与我如此如此。”燕青是个点头会意的人，不必细问，火急下楼，出得店门，恰好迎着个老成的班职官。燕青唱个惹，那人道：“面生全不曾相识。”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，特使小人来相请。原来那班职姓王，燕青道：“莫非俗下是张观察？”“我自姓王。”燕青随口应道：“哎，正是叫小人请王观察，贪荒忘记了。”那王观察跟随着燕青来到楼上，燕青接起帘子对柴进道：“请到王观察来了。”燕青接了手中执色，柴进邀入阁里相见。各是礼罢，王班直看了柴进半晌，却不认得，说道：“在下眼拙，失望了足下，世蒙呼唤，远求大名。”柴进笑道：“小弟与兄下同志之交，且未可说，兄长孰思之？”一臂便叫取酒食来，与观察小酌。酒保安排到摇转果品，燕青斟酒殷勤相劝。酒至半酣，柴进问道：“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？”“今上天子庆贺元宵，我们左右内外共有24班，同类有5700-800人，每人皆赐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，上有小小金牌一个，凿着与民同乐四字，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事，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礼去。”“在下却不醒得。”又饮了数杯，柴进便叫燕青：“你自去与我悬一杯热酒来吃。”无疑时酒到了，柴进便起身与王班直把盏道：“足下饮过这杯小弟敬酒，方才答之姓氏。”“在下实想不起，愿求大名。”王班直拿起酒来一饮而尽，恰才吃罢，口角流涎，两脚腾空，倒在凳上。柴进慌忙去了金泽衣服靴袜，却脱下王班直身上锦袄、踢串鞋裤之类，从头穿了，戴上花帽，拿了执色，吩咐燕青道：“酒保来问时，只说这观察醉了，那官人未回。”“不必吩咐，自有道理之物。”且说柴进离了酒店，直入东华门去，看那内庭时，真乃人间天上。但见祥云笼凤阙，瑞霭照龙楼，琉璃瓦砌鸳鸯，龟背帘垂翡翠，正阳门径通黄道，长朝殿端拱子园，浑仪台占算星辰，带漏院班分文武，墙涂胶粉，丝丝绿柳拂飞蒙，殿绕蓝莓，簇簇紫花迎步辇，
晃一身在蓬莱岛，仿佛神游兜率天。柴进去到那里，但过进门，唯有服色，无人阻挡。直到紫宸殿，转过文德殿，都看殿门各有金锁锁着，不能够进去。且转过宁辉殿，从殿边转将入去，到一个偏殿，排上金书“瑞思殿”三字，此是官家看书之处。侧手开着一扇朱红格子，柴进闪身入去看时，见正面铺着玉座，两边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，象管笔、花笺、龙墨、端席砚，书架上尽是群书，各插着牙签，物之奇数。正面屏风上堆青叠绿，画着山河社稷混衣之图。转过屏风后面，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，写着道：山东宋江、淮西王庆、河北田虎、江南方腊。柴进看了四大寇姓名，心中暗忖道：国家被我们扰害，因此如常记心，写在这里。便去身边拔出暗器，正把山东宋江那四个字刻将下来，慌忙出殿。随后早有人来，柴进便离了内院，出了东华门，回到酒楼上，看那王班执时尚未醒来，依旧把锦衣花帽服色等项都放在格内。柴进还穿了依旧衣服，换烟青和酒宝计算了酒钱，剩下十数贯钱就赏了酒宝，临下楼来吩咐道：我和王观察是弟兄，恰才他醉了，我替他去那里点名了回来，他还未醒，我却在城外住，恐怕误了城门，剩下钱都赏你，他的服色好衣都在这里。酒宝道：官人但请放心，男女自服侍。柴进燕青离得酒店，进出万寿门去了。王班直到晚起来，见了服色花帽都有，但不知是何意。酒保说柴进的话，王班直似醉如痴，回到家中。次日有人来说：瑞思殿上不见山东宋江四个字，今日各门好生把的铁桶搬紧，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盘结。王班直情之事哪里敢说。再说柴进回到殿中，对宋江背细说内宫之中取出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，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。14日晚，宋江引了一干人入城看灯，怎见得好个东京，有古乐府一篇，单道东京盛盖。一字梁王初分晋地，双鱼正照仪门，卧牛城廓相接四边村，多少金明沉寂，上银苑花发三春，绿杨外融融变水，千里接龙津，攀凡楼上酒，九重宫殿凤阙天昏，东风外笙歌嘹亮堪闻，玉路上公卿宰相，天阶畔弟子王孙，堪图画山河社稷，千古变京尊。故宋时东京国是天下第一国都，繁华富贵出在道君皇帝之时。当日黄昏，明月从东而起，天上并无云翳。宋江、柴进扮作贤良官，戴宗扮作成局，燕青扮为小贤，只留李逵看房。四个人砸在射火队里，取路轰入封丘门来，便完六街三市。果然夜暖风和，正好游戏。转过马行街来，家家门前杂富灯棚，赛旋灯火，照耀如同白日，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，
车马往来，人看人。四个转过御街，见两行都是烟月牌，来到中间，见一家外悬青布幕，里挂斑竹帘，两边尽是碧纱窗，外挂两面牌，牌上各有五个字，写道：歌舞神仙女，风流花月魁。宋江见了，便入茶坊里来吃茶，问茶博士道：前面绝技是谁家？茶博士道：啊，这是东京上厅行首，唤作李师师，见毕便是赵元奴家。哦，莫不是和金上打得热的？不可高声，耳目绝技。宋江变换烟青，抚耳低言道：我要见李师师一面，按理取事，你可生个晚区入去，我在此间吃茶等你。宋江自和柴进、戴宗在茶坊里吃茶。却说燕青进到李师师门首，揭开青布幕，掀起斑竹帘，转入中门，见挂着一碗鸳鸯灯，下面西皮香桌上放着一个博山古铜香炉，炉内细细喷出香来，两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画，下设四把西皮衣子交椅。燕青见无人出来，转入天井里面，又是一个大客位，铺着三座湘南木雕花玲珑小床，铺着落花流水紫锦褥，悬挂一架玉棚好灯，摆着异样古董。燕青微微咳嗽一声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丫鬟来，见燕青道个万福，便问燕青：哥哥高兴，哪里来？相反姐姐请出妈妈来，小贤自有话说。梅香入去不多时，转出李妈妈来，燕青请她坐了，那头四拜。李妈妈道：哎，小哥高兴。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张姨儿的儿子张贤的便是，从小在外，今日方归。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。那钱婆思量了半晌，又是灯下任人不仔细，猛然醒起叫道：哎，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贤吗？你哪里去了，许多时不来。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来相望，如今服是个山东客人，有的是家私，说不能进。他是个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财主，进来此间做些买卖，一者就赏元宵，二者来京师省亲，三者就将货物在此做买卖，四者要求见娘子一面。怎敢说来宅上出入，只求同席一饮，称心满意。不是小贤卖弄，那人实有千百两金银与送与宅上。那钱婆是个好利之人，爱的是金资。听得燕青这一席话，便动其心，忙叫李师师出来与燕青私见。灯下看时，端地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燕青见了，那头便拜，有事为证：少年身价冠青楼，玉貌花颜是罕愁。万圣当时垂瑞卷，何谈壮士便低头。那钱婆说与背戏。李师师道：那员外如今在哪里？只在前面对门茶坊里。请过寒舍拜茶。不得娘子言语，不敢擅进。哎呦，快去请来。燕青进到茶坊里，耳边到了消息，戴宗取些钱还了茶博士。三人跟着燕青进到李师师家内，入得中门，相接请到大客位里。李师师联手向前，动温齐居道：世间张贤多谈大雅，今如左顾，气格生光。宋江答道：山僻之客，孤陋寡闻，得睹花容，生平身性。李师师便邀请坐，
又问道：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？此事表弟叶巡检。就叫戴宗拜了李师师。宋江柴进居左客席而坐，李师师右边主位相陪，乃子奉茶至，李师师亲手与宋江柴进戴宗燕青换盏，不必说那盏茶的香味，细其雀舌，香胜龙涎。茶罢收了盏托，欲须行藏，只见奶子来报：啊，官家来到后面。李师师道：啊，其实不敢相留，来日驾幸上清宫，必然不来，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，以洗泥尘。宋江惹惹连声，带了三人便行。出得李师师门来，与柴进道：今上两个表子，一个李师师，一个赵元奴。虽然见了李师师，何不再去赵元奴家走一遭？宋江进到茶坊见毕，掀起帘幕，张贤便请赵婆出来说话。燕青道：我这两位官人是山东巨富客商，要见娘子一面，100两花银相送。赵婆道：哎呦，恰恨我女儿没缘，哎，不快在床出来相见不得。哎，宋江道：如此却再来求见。赵婆相送出门作别了。四个且出小玉街，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，正打从樊楼前过，听得楼上声簧聒耳，鼓乐喧天，灯火凝眸，幽人四仪。宋江柴进也上樊楼，寻个格子坐下，取些酒食摇转，也在楼上赏灯饮酒。吃不到数杯，只听得隔壁格子内有人作歌道：浩气冲天冠斗牛，英雄事业未曾酬，手提三尺龙泉剑，不斩奸邪誓不休。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，却是九纹龙史进，没遮拦穆弘，在格子内吃得大醉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走近前去喝道：你这两个兄弟下杀我也，快算还9000，连忙出去，早是遇着我，若是做工的听得，这场横祸不小。哎，谁想你这两个兄弟也这般无知粗糙，快出城，不可迟滞，明日看了正灯，连夜便回。值此十分好了，莫要弄得绝杀了。史进穆弘默默无言，便叫酒保算还了9000，两个下楼取路先投城外去了。宋江与柴进四人微饮三杯，少添春色。戴宗计算还了9000，四人拂袖下楼，竟往万寿门来客店内敲门。李逵困眼睁开，对宋江道：哥哥不带我来也罢了，既带我来，却叫我看房，闷出屌来，你们都自去快活。唯你生性不善，面貌丑恶，不征带你入城，只恐因而惹祸。哼，则不带我去便了，喝消的许多推故。哼，几曾见我哪里下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？只有明日15日这一夜，带你入去，看罢了正灯，连夜便回。李逵呵呵大笑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正是上元节后，天色晴明的好，看看傍晚庆赏元宵的人不知其数。古人有一篇《绛都春词》，单道元宵景致：融合初爆，乍瑞矮霁色，皇都春早，翠幌竞飞，玉勒争持都门道，鳌山彩结蓬莱岛，向晚色双龙衔照。
降霄楼上，铜枝盖底，仰瞻天表，飘渺风传地月，庆玉殿共赏，群仙同道，以礼玉香，飘满人间开嬉笑，一点星球小，剑隐隐，明烧生杳，游人月下归来，洞天未晓。这一篇词称颂着道君皇帝庆赏元宵，与民同乐，此时国富民安，市农乐业。当夜宋江与同柴进依前扮作贤良官，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个人竟从万寿门来。是夜虽无夜禁，各门头目军士全副披挂，都是戎装冠带，弓弩上弦，刀剑出鞘，摆布得甚是严整。高太尉自引铁骑马军五千在城上巡禁，宋江等五个向人丛里挨挨强强，直到城里，先唤燕青附耳低言：“与我如此如此，只在夜来茶坊里相等。”燕青竟往李师师家叩门，李妈妈、李行首都出来接见燕青，便说道：“哎呦，樊达员外休怪，官家不时间来此私行。”我家怎敢轻慢？燕青道：“主人再三上府，妈妈启动了花魁娘子，山东海僻之地无甚稀罕之物，便有些出产之物将来也不中意，只叫小人先送黄金一百两与娘子打些头面器皿，全当人事，随后别有罕物再当拜送。”哎，如今员外在哪里？只在巷口，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灯。世上钱婆爱的是钱财，见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放在面前，如何不动心，便道：“哎呦，今日上元佳节，我母子们却带家盐数杯，哎，若是员外不弃，肯到贫家少叙片时，不知肯来也不？”“小人去请，无有不来。”说罢转身回到茶坊，说与宋江这话头，随即都到李师师家。宋江叫戴宗同李逵只在门前等，三个人入到里面大可未礼。李师师接着拜谢道：“员外识经之初，何故以厚礼献此？却之不恭，受之太过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哎，呵呵，山僻村野绝无罕物，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，何劳花魁娘子致谢？”李师师邀请到一个小小阁里分宾坐定，乃子侍婢捧出珍异果子及楚菜蔬，西岐暗酒甘美摇转，尽用定器摆一春台。李师师执盏向前拜道：“素世有缘，今夕相遇二君，草草杯盘以奉长者。”“啊，哈哈，在下山乡虽有冠博福财，未曾见此富贵。花魁风流韵界，名播寰宇，求见一面如登天之难，何况促膝笑谈，亲赐杯酒。”“员外见爱，蒋玉太过，何敢当此？”都劝罢酒，叫奶子将小小金杯巡筛，但是李师师说些皆是俊俏的话，皆是柴进回答。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，酒行数巡，宋江口滑，宣拳裸袖，点点指指，拔出梁山坡手段来。柴进笑道：“表兄从来酒后如此，娘子勿笑。”“酒以何欢，何惧于礼？”丫鬟说道：“门前两个半当，一个黄资虚，且是生的怕人，在外面喃喃讷讷的骂。”宋江道：“与我唤他两个入来。”
只见戴宗引着李逵到格子前，李逵看见宋江、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，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，睁圆怪眼直瞅他三个。李师师便问道：“这还是谁？恰似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小鬼。”众人都笑。李逵不省得他说，宋江答道：“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。”我倒不打紧，辱没了太白学士。哎，这厮却有武艺，挑得三二百斤担子，打得三五十人。李师师叫取大人赏钟，各于三钟。戴宗也吃三钟。燕青只怕他口出恶言，先打抹他和戴宗一元去门前坐地。宋江道：“哎，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？”就取过赏钟，连饮数钟。李师师低唱苏东坡《大江西水词》，宋江乘着酒兴所执笔来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薄，拂开花间，对李师师道：“不才乱道一词，尽诉胸中郁结，呈上花魁尊听啊。”当时宋江落笔，遂成乐府词一首。道士：“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，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，翠袖为香，绛绡龙雪，一笑千金值，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，想芦叶滩头，了花听畔，皓月空凝碧，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，一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，离愁万种，醉香一夜头白。”写毕递与李师师，反复看了不晓其意。宋江只要等他问其背戏，却把心腹中举之事告诉。只见奶子来报：“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。”李师师忙道：“不能远送，切起恕罪。”自来后门接驾，奶子丫鬟连忙收拾过了杯盘食物，扛过台桌，洒扫庭轩。宋江等都未出来，却闪在黑暗处，张见李师师拜在面前，奏道：“起居圣上龙体劳困。”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滚龙袍，说道：“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，叫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，令玉帝在千步廊买诗，约下杨太尉，久等不至，寡人自来，爱卿近前与朕攀话。”有诗为证：“铁索星桥烂不收，翠华深夜杏青楼，六宫多少如花女，却与娼吟见背游。”宋江在黑地里说道：“今番错过，后次难逢，俺三个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，有何不好？”柴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，便是应允了，后来也有翻变。”三个正在黑地里商量，却说李逵见了宋江、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，却叫他和戴宗看门，头上毛发倒竖起来，一肚子怒气，正没发付处，只见杨太尉掀起帘幕，推开扇门，径走入来，见了李逵，喝问道：“你这厮是谁？敢在这里？”
李逵也不回应，提起把轿椅往杨太尉劈脸打来。杨太尉倒吃了一惊，措手不及，两轿椅打翻地下。戴宗便来救时，哪里拦挡得住，李逵扯下书画来就蜡烛上点着，东翠西翠一面放火，香桌椅凳打得粉碎。宋江等三个听得赶出来看时，见黑旋风褪下半截衣裳，正在那里行凶。四个扯出门外去时，李逵就接上多条棒，直打出小玉街来。宋江见他兴起，只得和柴进、戴宗先赶出城，恐关了进门脱身不得，只留燕青看守着他。李师师驾火起，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，林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杨太尉，这话都不必说。城中喊起杀声，震天动地。高太尉在北门上巡警，听得了这话，带领军马便来追赶。李逵正打之间，撞着穆弘、史进，四人各执枪棒，一齐助力，直打到城边。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，外面鲁智深抡着铁禅杖，五行者拾起双戒刀，朱仝、刘唐手捏着破刀，早杀入城来，救出里面四个。方才出的城门，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来。八个头领不见宋江、柴进、戴宗，正在那里心慌。原来军师吴用已知此事，定叫大闹东京，刻时定日，拆下五员虎将，引领带甲马军1000骑。是夜恰好到东京城外等接，正逢着宋江、柴进、戴宗三人，带来的空马就叫上马，随后八人也到。正都上马时，余内不见了李逵。高太尉军马要冲江出来，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突到城边，立马于豪堑上大叫道：梁山泊好汉全活在此，早早献城，免如一死。高太尉听得哪里敢出城来，慌忙叫放下吊桥，众军上城提防。宋江便叫燕青吩咐道：你和黑厮最好，你可略等他一等，随后与他同来。我和军马众将先回，星夜还寨，恐怕路上别有枝节。不说宋江等军马去了，且说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时，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，拿着双斧，大吼一声跳出店门，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。仗势声吼，巨雷离念寺，手提大斧劈城门。毕竟黑旋风李逵怎的去打城？且听下回分解。